注意看，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只是伸了个懒腰，却不小心将地球打穿。这一小小的举动震惊了全宇宙。经科学家研究过后，发现这个小家伙竟好像启动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来了！作为一名成熟的 OB 位，一定要熟练地运用手中的磁铁，在队友被牵挂着强翅膀呼吸的时候，帮队友脱离险境。原神受伤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就轮到我们出场了。先扔一块磁铁，找个距离把它吸过来。没吸到没有关系，因为侯夫人已经放镜子了。没想到吧，侯夫人，我的磁铁还在你身上呢。我说给你胸放位，开局送一刀，让侯夫人误以为我们很惨。接下来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高质量睡眠。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蒙，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。看来必须要认真一下了呢。原神被击倒了，没有关系，先把地下室的牛仔救出来再说。侯夫人来了，准备 OB。牛仔被打倒了，但是我们还有一块磁铁。侯夫人把人给放下来了，那我们就赶紧跑。原神自己挣扎下来了，那我们只需要负责救出地下室的牛仔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趁侯夫人不注意。我操！不要慌，其实这也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。因为原神已经把牛仔给救下来了，接下来只需要把我再救下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原神趁侯夫人抓牛仔来救我们了。他们来了！当我被原神救下来的那一刻，侯夫人你就已经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可是成熟的 OB 位啊！跟你没完，你等着我。侯夫人，我承认你很强，但是假如，我是说假如我们拿出热血的组合技，你又当如何应对呢？能不能把嘴闭上？你是个鸡肋，我操你妈呀！给你脸，不要脸。好的，我是二四，今天好，刚刚去调了一下设备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对吧？哟，起心跳了，让我看看是谁这么猛，敢开局终点站来抓你股神。原来是小小杰克呀，不怕你有胆抓，就怕你一会儿就要掉手珠了呀。真硬啊！看我一个云门啊！为什么咱就能跳过去，你却不行啊？问题不大，还能躲个乌刃啊！可恶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杰克，看好了，今天这个小珍珠我让你飞掉不可。让我看看。杰克拿刀了，好机会，砸死你丫的！杰克的乌刃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进板区盖个板子，以防万一。啊，杰克，你怎么跑这过来了？没关系，看我人化布，哎，再打你一棍。股神我啊，今天真的生气了。还追我，那就别怪我让你吃点苦头了。好，走。我真的要掉小珍珠了。当然是骗你的了，你股神怎么可能区区为了这种事就掉小珍珠呢？杰克听好了，就这个地方你股神我能跟你玩一年。哦，居然选择了反锁吗？但是我有飞轮，哈哈，敢挂我队友，经过你原神的同意了吗？给我回来。狗，所谓骗一下杰克夫人，你还是先去看看眼科吧。先扔一块磁铁，还想接近我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还想打我？看我一个滑磁！杰克夫人，好了，没关系，只要骗一下就可以了。好的，直接撤退。你不能走。哎，杰克，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非礼。三天之内杀了你，把你骨灰都给你扬了，还想放夹子套了我？不过你的这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，陆头。先扔块磁铁，找个距离近的障碍物吸他一下。是干什么？太客气了吧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啊，急救手！你要干什么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个复活甲。既然这个路途还不放过我，那就先吸晕他啊！什么？他居然开了金身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的创拿好了。嗨，路头，你拿什么追到我？你好。不是吧？我靠，这什么黑心路头啊！哎，他往钩子空了。难道我今天就要记在这儿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牛爷这不就来了吗？好，牛爷帮空去。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没关系，这个杰克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三步一放，接下来我们只要耐心的等待牛仔把我们勾下来就可以了。
你到底在干什么呀牛仔？果然有的时候还是要靠我们自己。那牛仔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啊，为什么又起心跳了啊？我终于知道了，杰克你原来是想劫色。这是一个很 lonely 的问题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我说的是让杰克掉小珍珠这件事儿。不跟你们闹了，接下来我也该认真起来了。先利用棍子的加速转入板区，然后趁杰克不注意再砸他一把。我真的受不了了呀。什么，牛爷居然还来救我们了吗？之前这么说你真是我的不好，就因为你的一点小失误。每个人都有失误的时候吧，体谅一下。牛仔成功把我们救下来了。 OK， 只要接下来我上了这个车就可以。我真的受不了了。牛仔你个演员，我要举报你啊。玩的可以啊，非常 nice。 牛爷爷，难道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吗？你们问我刚刚想说牛仔玩的像什么啊，当然是像国服 S1 牛仔了。好，趁着六鬼的时间，让我来考你们一道题吧。在这块板区，我们已经和红蝶博弈了许久，红蝶没有拿刀，还反被我们砸了一下，并且从开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0秒。请问红蝶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当然是要掉小。